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乡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止；融四岁，能让礼；悌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十干者，甲至癸；十二支，子至亥。曰黄道，日所缠；曰赤道，当中全。赤道下，温暖极；我中华，在东北。曰江河，曰淮极；此四渎，水之纪。曰代化，松横横；此五岳，山之名。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粮。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遍水陆。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青赤黄，及黑白，此五色，目所识。酸苦甘，及辛咸，此五味，口所含。山椒香，及星宿，此五嗅，鼻所嗅。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曰平赏，曰去入，此四声，宜调谐。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当顺序，勿违背。斩资催，大小公；制司马，五服中；礼乐射，御书数；古六艺，今不惧。为书学，人共尊；记识字，讲说文。有古文，大小传；立草纪，不可乱。若广学，具其繁；但略说，能知源。繁训猛，须讲究；详训古，明句斗。为学者，必有出；小学中，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乃孔极；中不偏，庸不易。
做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四书属，孝经通，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志体，大小戴，著礼记，述圣言，礼乐备，约国风，约雅颂，号四诗，当逢咏，诗既往，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经记名，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考试系，知中史，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依训，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哲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气两晋，宋齐继，梁陈成，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宇高齐，代至隋，依图宇，不再传，师统绪，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严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氏，余图广，超前代，九十年，国作废，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代成祖，迁燕京，十六世，至崇祯，全燕寺，寇如林，李闯出，神气焚，清世祖，应景命，敬四方，克大定，尤康雍，立前家，民安富，至济夸，道贤奸，变乱起，始英法，扰都比，同光后，宣统若，传九帝，满清末，革命兴，废帝制，立宪法，建民国，古今史，全在兹，载至乱，知兴衰，史虽繁，独有次，史记一，汉书二，后汉三，国志四，兼正经，参通鉴，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为，朝于斯，夕于斯，夕仲尼，师象陀，古圣贤，上勤学，赵中令，读鲁伦，
笔记事，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笔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笔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老，犹苦拙，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而小生宜早思，若良号八十二，对大庭，魁多事，彼既成，众称义，而小生宜立志，盈八岁能咏诗，密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孝之。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有为者亦若是。全守业，积思沉，苟不学，何为人？蝉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至君，下则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以子，金满盈，我教子，为易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灾以勉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每一个人在刚出世的婴儿时期，本性都是善良的。这种善良纯洁的本性是每一个人本来就有的。但是，等到慢慢长大以后，每个人的学习环境和所学习的事物不同，就有所差别了。努力学习的人生活会越来越好，不努力学习的就会日渐堕落。所以说，这种原本人人都有的善良本性就会相差的越来越远了。初，开始，这里指人刚出世的时候。性，本性，也就是个人先天具有的素质和性情。善，善良，好的意思。习，指学习，也指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前在某个村庄里，时常发生小孩被野狼捉走的事。有一天呢，某户人家才几个月的小宝宝又被野狼衔走了。母狼衔着小狼回到洞里，正想吃它，没想到小孩却跟五只小狼玩了起来。母狼见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不忍心吃它，而且还将它和小狼一起养大。这小孩常常与狼共住，已经学习到手脚并用，与狼一样在地上爬走。除了样貌是人之外，所有的生活习性已经和狼一样了。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有了善良的本性，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启发教导，善良的本性
就会受到外在环境事物的影响而逐渐变坏了。因此，师长教育孩子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专心一致，而孩童也应该要专心的学习，这样才能使善良的本性不会丧失。狗，如果，假如，乃，就，于是，迁，改变，道，方法、程序或者是道理，贵，注重，最重要的，专，专一，一心一意。中国西晋时代有一个名叫周楚的人，他是个孤儿，没有人教导他，所以呢他就学坏了，整天打架闹事，横行霸道，村里的人都非常怕他，把他和南山的猛虎长桥下的蛟龙合称为三害。后来啊，周楚知道了这件事，痛下决心改过向善。首先他决定到南山先将猛虎给除掉，接着他又跳入河里跟蛟龙搏斗，经过一番的苦战，终于把蛟龙给杀了。从此之后，周楚奋发图强，力争上游，最后终于当上了高官，得到大家的称赞。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从前，孟子的母亲曾经好几次的搬家，都是为了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以便孟子能够受到好的影响而奋发向上。有一次，孟子不好好的学习，逃学回家时，孟子的母亲拿起了剪刀，将织布机上就要织好的布割断，教训孟子，学习不能专心一致，就像把织到一半的布匹割断一样，不但前功尽弃，也无法成为有用的人。昔，指从前古代。孟母，孟子的母亲，姓长。择邻处，选择挑选邻居。子，名轲，字子羽，战国时邹国人，后世尊称为亚圣。机，织布机。杼，织布的梭子。窦燕山有一方，叫吾子，名巨阳。古代时有一个叫窦燕山的人，处事方面依义理而行，又很喜欢帮助别人，对孩子的教育更是非常的重视，用良好适当的方法来启发和教育五个孩子，结果个个都有相当高的成就，扬名天下。窦燕山，五代后晋时人，原名窦宇君，住在燕山附近，因为名声很好，所以人们就用地名来称呼他。义，教育孩子的好方法。阳，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的意思。窦宇君是个有钱的商人，可是心地不好，做生意时总是存心欺诈对方，到30岁仍然没有孩子。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已经去世的父亲对他说：你心术不正，
德性不端，坏名声已经传到天庭来了，所以今世你不但不会有儿子，而且还会短命。你要赶快改过，多积阴德，多帮助人，或许还有挽救的余地。梦醒后，窦宇君谨记父亲的话，痛改前非，变成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了。后来又梦见父亲对他说，你现在所积的阴德很大，美好的名声也已经传到天庭，以后你会有五个儿子一起考上进士，你的寿命也会增加到八九十岁。果然后来都一一的灵验了父亲所说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为人父母的生育子女，如果只是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需要，却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这就是父母的过错了。同样的，老师教导学生，如果没有认真负责的督促学生，使得学生懒惰不好好学习，这就是老师没有尽到责任了。养，养育；过，过失或者是过错；严，严格、严厉、尽责、不马虎的意思；惰，懒惰、怠惰、不尽责的意思。从前有个小孩名叫小明，他本来是个好孩子，但有一次他在学校看见同学有一个漂亮的砚台，于是他起了贪念，把砚台偷了。妈妈知道后，不但不责备小明，反而夸奖他技术高明，要叫他下一次再偷。小明以为偷东西是对的，刚开始只是拿一些小东西，慢慢长大后他就去抢官库，后来失手被捕。当母亲来探监时，他借口要对母亲说悄悄话，竟把母亲的耳朵给咬了下来。妈妈心痛极了，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疼爱我的方法不对，让我不懂是非善恶，才会落到这种下场，都是您没有好好教导我的缘故。母亲听了，心里又惭愧又难过，可是后悔已经太迟了。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当父母的尽心教育子女，当老师的也尽心教导学生，而身为子女的却不肯好好的学习，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一旦年纪大了，没有丰富的学识可以在社会上立足，这样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有什么作为呢？子，子女；非，不是；宜，适当，应该；幼，指年纪小的时候；为，作为，成就的意思。清朝的时候，山东省唐邑县有一个姓武名七的人，后来办学校很有成就，人们为他取名训。武训因为自己没读过书，不认识字，没有太大的出息，觉得很遗憾，
因此不愿别人像自己一样，所以便用自己白天乞食讨饭，晚上搓麻线，辛辛苦苦得来的钱，办了一所武训学堂，这使得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念书。如果发现有老师不认真教书，或学生不用心学习，武训呢就会跪在他们面前，请求他们好好努力。因此，师生都大受感动，努力不懈。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刚刚从山里采出来的玉石，如果不经过一番的雕磨，就不能成为漂亮非凡的美玉，也无法成为有用的装饰品或器具了。人也跟玉石一样，想成器就要求学，如果不求学，就不知道圣贤的道理，不知道哪些是合乎义理，是应该做的，而哪些是不合乎义理，不应该做的。如果不懂得分辨，没有一个标准，任由自己的喜好去做，就不免会做错事了。玉，一种很漂亮的石头，雕琢之后呢，用来当装饰品。琢，磨光雕刻。器，器皿、器物。义，正正当当的行为，也就是礼义、道德等做人的道理。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为人子弟的人，小的时候就要把握学习的良机，和师长朋友要保持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善知识，都可以助长我们的品德和学问，更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待人处事、应对进退的礼仪，所以要常常亲近他们。人子，做子弟的人，包括为人子女、学生的人。少，小时候。亲，亲近、接近。师友，老师和朋友，良师益友。礼仪，礼节仪规。孔子被后世尊称为至圣，但是他的成就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努力学习而来的。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就病死了，母亲独自把孔子教育成人。祭祀天地在当时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所以孔子常常自己演练敬神祭祀的礼节仪式，并努力学习生活上应对进退的礼节。在学校，孔子更是认真学习修身养性和做人的道理，所以长大之后，孔子推行有教无类的主张，使得中国的儒家教育更加的普及化。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黄香是东汉时期的人，从小就非常孝顺，在他九岁时就懂得在严寒的冬季里先把床铺睡暖，再请父亲去睡，好让父亲能睡得舒服。像黄香这种孝顺父母的行为，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哦。香，黄香，东汉时代一名孝子。九龄，九岁的年龄。温席，
只事先把床上的席子睡暖。执，实行，执行，应该做的事情。荣四岁，能让梨，替鱼长，宜先知。东汉时代的孔融，在他四岁那年，有一天客人送了一篮梨子给他的父亲，父亲让孔融先吃，孔融只挑了一个最小的，父亲觉得很奇怪，问他原因，孔融就说，大的梨子要留给哥哥吃。孔融这么小小的年纪就知道敬爱兄弟，这种好品德也是我们从小就应该知道并且确实力行的。融，孔融，东汉时代的人。替，就是替弟弟敬爱哥哥，名词当动词用。长，兄长。知，知道敬爱兄长的道理。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耻某文。做人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的道理，其次才学习生活中的常识和知识，像基本的加减乘除，到高深的数学或认识文字，到阅读诗书等，了解古圣先贤的文章，来熏陶自己进一步的修养。首，首先，最重要。孝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见闻，所看到所听到的常识和知识。术，算术。文，文学，文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中国是采用十进位的计算方法，一是数目的开始，而一到十是十个基本的数目字，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是一百，十个一百是一千，十个一千是一万，由此推演下去可以算到无穷无尽的数目。而，至，到的意思。钱九韶是南宋的天才数学家，有一天呢，家乡的田界因为河水泛滥被冲湿了，农夫们在重新划定田界的时候，因为怕划分不平均而起争执，秦九韶就很热心地教导农夫们计算田地面积，因此顺利地解决了大家的问题，乡里的人们因此对秦九韶十分的敬佩。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人类生存在宇宙中，与大自然共生共存，所以天地人三者合称为三才。三光是三种会散发光亮的物体，那就是太阳、月亮和星星，合称为三光，是地球上光线的主要来源。三才指天地人，三光指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是地球上的光线来源，称为三光。三纲者，
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什么是三纲呢？三纲就是人与人之间三种最重要而不可混乱的关系，也就是国君与臣子之间的言行要合乎义理，父母与子女之间要相亲相爱，夫妻之间则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当这种秩序处理得当的话，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纲，要点法则。君，国家的元首；臣，政府官员；义，合于义理，正正当当的意思；亲，亲爱亲近；顺，和睦柔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季节的顺序是春夏秋冬，称为四季或是四时。春天温暖，夏天炎热，秋天凉爽，冬天寒冷，这四个季节依照固定的顺序运转，循环不息，而人类也随着四季的运转而生活，那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曰，这里是称为或是叫做的意思。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运，运转，转动，不穷，不会停止，没有止境。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南北西东是方向的位置，称为四方。这四个方位都需要跟中央点相对应，以中央为基准，才能够定出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一个中心，就没有所谓的东西南北。因此，中心移动，方向也会跟着改变，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就会因此而混乱了。这个原理是告诉我们，人生也该有一个努力的目标，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四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应，对应相应。中，中央。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是中国古代人们用来理解宇宙各种事物的抽象概念，它们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或状态，由天地之数所生成，称为五行。五行跟人的命理有很密切的关系，知道五行的变化，就可预知未来或追溯过去。因为世事变幻莫测，因果错综复杂，如果能够不做坏事，多做好事，那么不好的事情就不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才是改变命运的有效方法。五行，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是构成万物不可缺少的主要元素。本，根据起源。数，是数数的简称，以阴阳五行、
生克共化的道理，推测人事吉凶，叫做术数，也叫术命、术理、命理等。十干者，甲治鬼；十二支，子治亥。古代计算时间是用十干和十二支来计算的。十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干又称天干，是古代计算年月日的符号。十二支又称地支，是用来计算时间的单位，一支等于两个小时。曰黄道，日所长；曰赤道，当中全。什么叫做黄道呢？黄道就是太阳在宇宙中运行的轨道。那么赤道又是什么呢？赤道就是在地球表面的中部假想的一个大圈，它与地轴垂直，将地球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黄道，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禅，星球运行所经过的位次；赤道，地球距离两极各90度的大圈；中权，中枢区域的中心。小朋友，你对自己生存的宇宙认识多少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在宇宙中，太阳可以说是一个大人物，它本身有很强的吸引力，吸引了许多行星、卫星、流星、彗星绕着它运转，我们就称它们为太阳系。在这许多绕着太阳运转的星球中，有9个比较有名的，那就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我们称之为9大行星。赤道下，温暖极，我中华在东北。赤道附近的气候是全球最炎热的，温度介于0到30度。从赤道为基点向南北半球跨出，个别又可分为热带、温带和寒带等3种的气候。而中华民族是在地球的东北边，因为它的面积广大，所以中国境内又包括了热带、温带和寒带的气候。各种气候所孕育出来的人文特色又是那么的丰富和多姿多彩。温暖极指的是地球上温带的区域。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纪。中国是个河流山川很多的国家，其中有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这4条河流，它们是直接流入大海的河流，也是中国主要的几条河流。它们所经过的流域很广，土地的肥沃为当地人民的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毒，可直流大海的河水，忌，有条理。在中国古代，水患一直是很严重的问题，一旦有山洪爆发，河水就泛滥了，很多房屋都被冲毁，人民伤亡无数。后来贤明的尧任命才智双全的禹来治水，禹治水13年，三次经过家门口都没有进去，他利用挖掘水道的方法，让洪水流入河中，再流进海里，这么一来，终于解除了人民长久以来的痛苦了。约岱化，松横横，此五岳，山之名。中国有五座著名的高山，那就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北岳衡山以及南岳衡山。这五座高山称为五岳，或者也叫五岳，自古以来始终享有盛名，许多美丽神秘的传说都和这五座山峰有关。岱，东岳岱山，现在叫泰山，在山东省。华，西岳华山，又叫泰华山，在陕西省。嵩，中岳岱山，又叫嵩高山，在河南省。衡，北岳衡山，又叫大帽山，在河北省。衡，南岳衡山，又叫霍山，在湖南省。约士农，约东商，此四名，国之良。读书人、农人、工人和商人，这四种身份不同的老百姓，可说是一个国家不能缺少的中间分子。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奋斗，贡献心力，才能够共同促进社会的繁荣进步。士，知识分子。良，优秀的，良好的。约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我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守则主要有五条，就是有仁爱心，行事不欺不诈，合乎义理，遵守礼节，不断追求知识充实自己，凡事讲信用，这些都是待人处事的原则。这五种不变的原则就叫做五常，是社会大众都必须遵守，不可弄乱的。仁，爱心，义，公正言行，礼，人类交往规则，智，才智，信，信用，常，常行的道路轨道守则，稳，杂乱。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变水路。在这个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如大地上所生长的花草树木，它们有的生长在水中，有的生长在陆地上，遍布各个角落，和人类一起和平地生存在地球上。
到处都有。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除了花草树木以外，大地上还生长着各种的昆虫、鱼类、飞禽和走兽。这些动物有的能在空中飞翔，有的在陆地上行走奔跑，还有的是在水里游动。它们也是和人类一起共同生存在地球上。能飞走，能在空中飞翔或在陆地上奔走。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稻米、高粱、豆类、麦类、小米和稷，这六种谷类称为六谷。六谷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人们靠着食用它们来维持生命。稻通常叫稻米，也叫大米。粮，北方人把粮叫小米，也称为高粱。菽，豆类总称，我们叫黄豆为大豆，叫红豆和绿豆为小豆。麦，俗称面粉，是把麦磨成粉。黍，俗称玉米。稷，没有粘性的黍叫做稷。谷，谷物的总称，俗称粮食。从前有个富有的商人，因为家里很有钱，所以生活非常浪费，每一餐吃不完的饭菜全都往水沟里倒。而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和尚，每天都把这些饭粒从水沟里捞起，将它洗干净，晒干之后把它储存起来。后来富商生意失败，家产全部都赔光了，甚至到了三餐都成问题的地步。和尚就将以前收藏的饭粒煮了送去给他吃，并且告诉他饭粒的来源。富商听了十分惭愧，后来虽然家境好转，他也不敢再浪费了。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马牛羊鸡狗猪叫做六畜，这六种动物对人类有很多的帮助。比如马可供人骑坐拉车，牛会耕田，牛奶又可供人食用，羊可供给人类肉食、乳汁和皮毛，鸡和猪可供人类食用，而狗会看家。犬、狗、豕、猪、畜，受人饲养的禽畜，饲，喂养。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我们人类一共有七种情绪，第一种是喜，心中高兴，心中愤怒叫做怒，心中忧伤叫做哀，心中害怕叫做惧，心中喜爱叫做爱，心中讨厌叫做恶，心中贪求一直想占为己有叫做欲。哀，悲伤；惧，害怕；恶，憎恨；欲望；
具，具备。青赤黄，及黑白，此五色，目所识。青色、红色、黄色、黑色、白色是中国古代所定的五种纯正的颜色，叫五色。这五色是用眼睛就可分辨出来的。青，蓝色，属于绿色素的一种。赤，红色。目，眼睛。识，看到，辨别。雨停了，弟弟拉着小英往外跑。姐姐，我们出去玩。姐姐，你看那是什么？哦，那是彩虹。下雨过后，有时会有彩虹出现。彩虹共有七种颜色，那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呢？酸苦甘，及辛咸，此五味，口所含。酸味、苦味、甜味、辣味和咸味，以上这五种味道在古时候被称为五味。不论是什么味道，我们都可以使用我们的味觉分辨出来。甘，甜；辛，辣。五味，五种味道就是酸、苦、甘、辛、咸。山椒香，及辛朽，此五嗅，鼻所嗅。五嗅指的就是羊骚味、烧焦味、香味、腐烂的气味以及鱼肉血的腥味。这些气味就是我们用鼻子一闻就可以分辨出来的。膻，羊身上的一种腥臭味，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羊骚味。焦，指烧焦的味道。腥，血、肉类、鱼类等的臭味。朽，食物腐烂之后的气味。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刨瓜可以做成笙，粘土制成熏，木头做成弹板，玉石制成磬，金属做成钟，丝弦制成琴，竹子可以做成笛和箫。用以上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被称为八音，各种乐器演奏出不同的风格。刨，一种瓜果，类似葫芦，可以做成乐器。土，粘土或陶土。革，皮革。曰平赏，曰去入，此四声，宜调谐。汉字读音有四个声调，那就是平声、赏声、去声和入声。四声的运用必须要和谐，才能让人听得舒服。平，平声分阴平声和阳平声两种。阴平就是注音符号的第一声，阳平就是第二声。赏，赏声第三声。
去，去声第四声，入，入声，声音短促而急，但是现在的注音符号已经没有入声了。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九族是以同一祖宗的人依照辈分的先后次序排列的，由上往下分别是从高祖父到曾祖父，曾祖父到祖父，祖父到父亲，父亲到自己，自己之后到儿子，儿子之后便是孙子。高，高祖，指祖父的祖父。曾，曾祖父，指祖父的父亲。祖，祖父。儿，儿后，后面。身，自己。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从儿子、孙子再往下算，还有曾孙和玄孙。照这样的算法，从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到玄孙，一共是九代。这九代亲族就称为九族了，也就是人类长幼尊卑的次序。自，从，由，至，到，玄，玄孙，指孙子的孙子，曾，曾孙，指儿子的孙子，伦，次序。唐高宗的时候，山东省有一个九代同堂的大家族，虽然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但是却和睦相处。当高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觉得很好奇，就拜访这户人家，并问家长张公义到底有什么秘诀。张公义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忍字，高宗这才明白，原来这个家人人只能够和谐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最大的秘诀是互相都要忍让啊，这也是我们后代人要学习的好榜样。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父母和子女之间要做到父母慈祥，孩子孝顺，夫妻之间就要和顺的相处，兄弟姐妹之间，做哥哥姐姐的要爱护弟弟妹妹，做弟弟妹妹的应该敬爱哥哥姐姐，大家友爱和睦的生活，家庭自然就会和乐美满了。恩，恩惠，慈爱，夫妇，丈夫和妻子，从，顺从，和顺，则，就，应该的意思。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年长者和年幼者，双方都遵守尊卑长幼的次序，朋友之间的交往更要讲信用，身为君主的要尊重臣下，臣下就会忠心耿耿了。长，年长者，年纪大的人，有，志趣相投的人，
鹏，同在一个老师门下学习的人。君，君主，皇帝。此时异，人所同，当顺序，勿违背。我们所提到的时异，指的是父慈子孝、夫和父顺、兄友、弟恭、朋义、友信、君敬和臣忠。这十种人伦妇礼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是什么身份就该有什么表现，不要有所违背。同，共同遵守。勿，不要。违背，违反，不遵守。斩资催，大小公，至司马，五服中。古代有五种粗细不同的校服，那就是斩催、资催、大公、小公和司马。生者依照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为死者服丧，除了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之外，更可以巩固伦常关系，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斩资催，斩催和资催是还没有裁边和裁了边的麻布丧服。大小公，指大公和小公，合称公服。司马，细布麻衣。礼乐射，御书数，古六艺，今不惧。礼节仪法、音乐、举行射礼的五种射法、驾车的五种技术、文字之学和算术之学，这六种科目被称为六艺。这些都是古代的读书人要学习的，不过现在精通六艺的人已经很少了。礼，礼节仪法。射，举行射礼的五种射法。御，驾驭的方法。具，具备。为书学，人共尊，记识字，讲说文。六艺之学渐渐没落，到后后代就只剩下文字之学是大家要学习的科目了。说文解字这本书是认识文字的基础，也是古时候的人学习文字必读的入门书。为，只有。记，已经。说文是东汉时许慎所写的一本书，全名叫《说文解字》，内容是说明中国文字的起源、意义以及演变等等。有古文，大小篆，隶草记，不可乱。最早的象形文字，例如甲骨文和钟鼎文，被称为古文。周朝时演变为大篆，到了秦朝时又改良成小篆，随后又简化成为隶书。汉朝的时候又先后出现草书。这里教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只能有一种字体，不可以几种字体混杂在一起。古文，古代的文字如甲骨文和钟鼎文。大
小篆，书体的一种，指大篆和小篆。隶，隶书，书体的一种。记，接着，随后。若广学，具其繁，但略说，能知源。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如果要广泛的学习，恐怕一辈子也学不完。因此，只要能够大略的说明解释，让大家明白事情的根源就行了，而并不是在于数量的多和少。广学，各种学问都研究学习的意思。惧，恐怕。繁，繁杂。略，大概。源，本源，原因，这里是指根本的道理。繁训蒙，须讲究，详训古，明句动。凡是教导刚刚入学的孩子，在方法上必须非常的注意，文字的读音和意义都要讲解清楚，这样孩子才能确实明白字句的含义，以及能学习正确的使用标点符号来断句。蒙，指刚入学读书的孩子。训诂，研究字的意义。句逗，标点符号，文句停顿的地方。从前有个人请了一位老师来教书，谈到教书酬劳时，老师就在纸上写着：无朴币也可，无酒饭也可，无金银也可。主人看了很高兴，就请了他。一个月后，主人什么酬劳也没给他，老师就去找主人理论。后来主人才明白，原来当时老师所写的意思是：无朴币也可，无酒饭也可，无金银也可。由此可见，标点符号如果标错了，就会让人家误会的哦。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至四书。求学问必有个开始，首先应当先读小学这本书。把小学读完之后，认识了许多文字之后，就可以开始读四书了。四书指的就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四部儒家的重要书籍。者，指求取学问的人。小学，研究字形、字音、字义的学问。中，结束、完成。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几部书的合称。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论语》这本书是孔子思想的结晶，总共有二十篇，里头记载了孔子生前和弟子们谈话、互相问答的内容以及有意义的话。者，指《论语》这本书。记，记载、记录。善言，立意良好，具有留存价值的谈话和言论。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孟子这本书是孟子本人所写的，全书一共只有七篇，内容主要是谈论有关品性修养、个人道德、发扬仁爱忠义的精神。止，止，讲道德说仁义，指孟子这本书的内容是在讲述仁义道德。讲和说表示阐扬、论述的意思。作中庸，乃孔集中不偏，庸不义。中庸这本书是由孔子的孙子孔集，也就是子思所写的。中是指守于中道，不偏向任何的一方的意思。庸是指适中、平常而不改变的意思，合起来的意思呢，就是指不偏于一方、永不改变的真实道理了。作，写作，乃，就是，不偏，表示不偏斜一边，不义，不改变。今天妈妈煮了一桌子的好菜，小英高兴极了，吃了一碗又一碗。当她正要去盛第三碗饭的时候，妈妈就问小英：“你怎么突然食量大增，吃的这么多呢？”因为今天的菜特别好吃嘛。小英，你这样是不行的，不管吃饭或是做任何事，都不可以偏在一旁，要适可而止，超过和不及都不好啊。做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大学这本书的作者是曾子，也就是曾参，他也是孔子的学生。书的内容是提到开发个人的光明本性，进而整顿家务，然后才能治理国家，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修，修身，修养自己的品德。齐，齐家，整顿家里的事。平，平天下，使天下太平。治，治国，治理国家。书熟，孝经通，如六经，始可读。孝经这本书记载了孔子和曾子谈论孝道的内容。读明白这本书之后，再把四书也读熟，接着才可以研究像六经这种比较艰深的书籍。熟，熟悉，纯熟。通，精通，明白。如，像。六经，指《诗经》《书经》《易经》《周礼》《礼记》《春秋》六部经书。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书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散文，易经是古代的哲学著作，周礼是记载音乐制度的书，礼记
主要是讨论礼仪法度的含义，春秋则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所编成的书，这六部经书合称为六经，是中国重要的著作，所以应当讲解和研究其中所包含的意思。号称叫做讲求研读的意思。有连山，有归长，有周易，三易详。连山、归藏、周易这三部书被合称为三易，这三部书的内容是用卦爻来说明宇宙万物变化的现象和法则，从中明白人类生存的道理和懂得趋吉避凶的方法，这一切在书中都记述得很齐备。连山，书名据说是伏羲氏所写。归藏，书名据说是黄帝所写。周易，书名据说是伏羲、文王和孔子所作。详，完全齐备。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书经的内容相当丰富，有策略、法令、建议、公告、作战命令以及人事沟通等等。简单来说，典、谟、训、告、誓、命都是书经的体式，也是这本书深奥的地方。典，立国的不变原则；谟，谋议策略；训，臣下规劝君王的话；告，君王告诫下属的文辞；誓，打战的公告；命，君王对臣下的命令。秦始皇当皇帝的时候，他把书经给烧了。到了汉孝文帝的时候，知道有一位叫福生的老人，自称他还保有书经，于是呢，就派曹错去拜访福生。曹错见到福生之后，他便将书经由头到尾背诵出来，因为年纪大了，说话不太清楚，只好由他的女儿从旁协助，再由旁人抄下来，终于把书经给保存了下来。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志体。周朝的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编写了《周礼》这本书，他设立了六种不同职务的官位，执行的责任都划分得非常清楚，由他们管理国政，又把这个组织体制记载在《周礼》这本书上，为后代留下了治理国家的方法。注：设立。六官，六种官制，指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治体，治国的大体。下午时分，哥哥打个呵欠说：“啊，我想梦周公去了。”哥哥，为什么说梦周公呢？梦周公是说我想睡觉了，因为在《论语》中有记载说孔子想要推行周公之道，
后来感叹自己年老不能实行，没有这样的心，所以很久不再梦见周公，后来的人便因此称睡眠为梦周公了。哦，我明白了。大小戴，著《礼记》，述圣言，礼乐备。西汉的戴德和戴胜叔侄也被称为大戴和小戴，他们都曾经重新整理《礼记》这本书，并加上详细的注解。书的内容主要是传述圣人的话和说明礼的含义，有关礼乐制度也包含在其中。注：注解、解释。圣言：圣人的言论。礼乐：礼节仪式和各种配合典礼的音乐。备：完备、齐全。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逢咏。《诗经》按照体例可以分为国风、大雅、小雅和颂，合称为四诗，是读书人应当常常讽诵吟咏的，从中可以深入体会它所蕴含的意趣。国风，各地的民俗歌谣。雅分大雅和小雅，大雅是大臣朝见君王的乐诗，小雅是天子款待宾客的乐诗。颂，祭祀神明的乐章。诗祭王，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周平王东迁以后，天子的势力渐渐衰弱，诗经也就逐渐被荒废了。因此孔子便决定要写春秋，由于内容赏罚明显，善恶分明，使得乱臣没有办法洗脱罪过，就不敢做太多的坏事。欲，包含。褒，夸奖、赞美。贬，贬义、责备。别，分别、分辨。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三传就是指公羊传、左传和谷梁传，也是解释春秋书本含义的三部书，其中以左传最为著名，它发挥春秋这本书的大义威严，而且层次重点分明，是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公羊指公羊传。左氏，原名左氏春秋，后简称左传。谷梁，谷梁传由谷梁赤所作。今记名，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把四书六经三传等经典都完全了解之后，才可以研读子书。由于子书的内容既多又杂，所以详细读过之后再选其中的精要，同时对于事实的重要部分都要牢牢地记住。经，指前面提过的四书、六经和三传。子，子书，记载各家思想言论的书。撮，摘取、选取。
从前宋国有一个富有的人，家中庭院的围墙被暴风雨冲坏了，雨停了之后，儿子看见便叫他赶快请人来修墙，不然家里的东西就会被偷走了。隔壁的老先生看见了，也劝他快请人来修墙。当天夜里，小偷果然从毁坏的墙角爬进来，偷走了许多东西。富有人想起了儿子的劝告，觉得儿子真的是太聪明了，竟然可以未卜先知，要发生的事情他早就预料到了。同时他也想起了老先生的劝告，却因此而怀疑东西就是老先生偷的。小朋友，你们看，同样的一件事，由不同的人给建议，却会让人有不同的看法呀。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无子指的就是荀子、杨子、文中子、老子和庄子，他们都各有自己的著作，表达自己对学术的主张和看法，这些著作就被称为子书。荀指荀子，名清，著作有荀子。杨指杨子，名雄，著作有太玄和法言等书。文中子，姓王名通，著作有元经和中说。老指老子，庄指庄子。经子通，读诸史，考试信，知中史。经书和子书都透彻了解之后，就可以开始读各朝代的历史了。因为史书是记载一个国家治乱兴亡的事，明白王位是如何传的，明白一个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并从历史的教训中让后人有一个警惕。诸就是众或多的意思，史史书，考考察研究，世系一性相承的系统秩序。自西戎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上古时代的帝王，例如伏羲氏，用八卦来代表事物，神农氏教人们种植五谷，到了黄帝，他创制了衣服，规定礼仪，这些都让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改善，人们尊称他们为三皇。西，伏羲氏，农，神农氏，居，处于，在，上世，上古时代。人类是如何由生食改为熟食的呢？原来有一次，森林失火了，森林里的动物躲的躲，逃的逃，好不容易火终于熄灭了。人们收拾残局的时候，闻到一阵烧焦的味道，结果将烧焦的东西拿来尝试吃，发现味道很香，很好吃，从此啊，才改生食为熟食。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唐尧和虞舜是古代的贤明皇帝，尧觉得自己的儿子无德无能，就把帝位让给舜，
后来舜的儿子也不争气，舜便把帝位让给了禹。历史上把这两位传让帝位的皇帝称为二帝，他们在位期间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唐指陶唐氏，也就是帝尧。有虞指有虞氏，也就是舜。揖拱手行礼。舜辞让，禅让王位。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朝的开国君主是大禹，商朝的开国君主是成汤，周朝的开国君主是文王和武王。这几位皇帝都是才德兼备的好君主，人们尊称他们为三王，意思就是说因为人民的归向信服而得天下才称作王。他们都是用王道来治理国家，统理百姓的。禹，大禹，姓祀名文命。汤，商汤，姓子名吕。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天下社。夏禹年老的时候，因为儿子十分贤能，百姓也拥护他，所以就把帝位传给儿子。从此以后开始了传子的制度，皇帝的位子由一个家族代代相传。夏朝经过400年后就灭亡了，之后由商朝取代。载，年，迁，变换，改变。社，社稷，国家的代称。汤伐夏，国号商，600载，至纣王。成汤率领军队讨伐夏桀，灭了夏朝，建立以商为国号的新王朝。商朝经历了600多年之后，传到纣王时，因为纣王荒淫无道，被周武王讨伐，商朝终于灭亡了。伐，讨伐，征讨，攻打。纣，帝辛，纣王，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周武王始诛纣，800载，最长久。因为纣王的残暴荒唐，周武王才率领军队讨伐商。灭商之后，新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周朝。周朝一共维持了8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一个朝代。始，才，诛，灭除，杀。周哲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周朝传到平王时，把都城搬到了洛阳，从此周朝天子的权势日益低落，诸侯都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他们为了扩展势力天天打仗，所以以口才到各国去献计谋的政客也越来越多，也都受到了重视。
蛇，这里是指迁移的意思。王刚，指周朝天子的威信。干戈，战争。上，注重。周幽王有一位妃子叫褒姒，长得很美，可是不爱笑。周幽王为了让她欢喜，就命令点燃烽火。点燃烽火原来是表示王室有难，通知士兵来救助的。结果诸侯带兵赶来，却发现什么事也没有。褒姒见了就忍不住笑了。之后幽王便接二连三的如法炮制来使褒姒笑，最后当敌人真的来攻打时，幽王点起烽火，诸侯都以为是开玩笑而不肯来，于是幽王终于被杀了，而褒姒也被吊死了。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东周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春秋时代，后期是战国时代。春秋时代有五位霸主，分别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战国时代以齐、楚、燕、赵、韩、魏和秦等七国最为强盛，并称为七雄。春秋时代名，战国时代名。初，产生，出现。管仲和鲍叔牙两人是好朋友，鲍叔牙总是处处照顾管仲，处处让他。他们曾经一起上战场，每当在战场上打仗时，总是鲍叔牙在前头，而胜利回来时却变成管仲跑在前头了。别人讥笑管仲贪生怕死，鲍叔牙却为他辩驳说，管仲不是胆小，他所以爱护身体是因为家中还有老母亲要奉养啊。后来鲍叔牙又推荐管仲给齐桓公，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像鲍叔牙这样的朋友真是难得啊。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迎秦氏指的就是秦始皇，他并吞了其他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秦朝。他把皇位传给儿子胡亥，但是马上就被推翻了。推翻秦朝的群雄中，以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的实力最强，两人互相争夺天下。兼并，大国并吞小国。二世指秦始皇的儿子胡亥。高祖兴，汉业建，智孝平，王莽篡。楚汉相争的结果，汉高祖刘邦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传到平地时被王莽夺取了帝位，并改国号为新。王莽夺取汉之前的时代便称为西汉。兴，兴起。孝平，指汉平帝。篡，夺取帝位。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现。光武
帝刘秀领军打败了王莽，恢复了汉室。历史上把光武帝中兴以后的汉朝称为东汉。两汉一共维持了400多年，最后在汉献帝在位的时候就亡国了。中，结束灭亡。于，在。献，指汉献帝，汉朝最后一位皇帝。东汉时期，曹操患有头痛毛病，只有神医华佗治疗才有效。曹操便打算长期把华佗留在身边。后来华佗因为想家，便借故回乡下去，再也不肯回来。曹操一怒之下，竟然将神医华佗处死，令人们感到很可惜。华佗再也不能用他的医术来服务人民了。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气两晋。东汉末年，天下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那就是曹丕建立魏国，刘备建立蜀汉，孙权建立吴国，三国就这样连年战争不休，后来先后灭亡，司马炎统一了天下，视为晋朝。鼎，传国的宝物，象征皇位。启，报。两晋，东晋和西晋。诸葛亮是三国时代出名的军师，临死前教蜀兵一招退兵之计，只要他一死，蜀军便依计退兵。后来两军在打战时，蜀军突然退兵，魏军以为诸葛亮一定是死了，于是也下令退兵，怎么知道蜀军又突然反攻，杀得魏军大败而逃。司马懿自知上当之后，也不禁佩服诸葛亮的才华。宋齐晋，梁陈城，为南朝，都金陵。晋朝灭亡之后，宋齐相继立国，梁陈再承接下来，这时称为南朝，首都设立在金陵。继，延续，继续。承，承接，承继。都，建都。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宇高齐。当南方是南朝的同时，北方则是北朝。北朝指的就是由拓跋氏所建立的元魏，后来又分为东魏和西魏。宇文觉夺取了西魏的地位，建立了周国，历史上称为北周。高阳篡东魏地位，建立齐国，历史上称为北齐或高齐。元魏就是北魏。宇文周，宇文是姓，宇文觉建立周国，所以称为宇文周。高齐，高阳建立齐国，所以也称为高齐。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不过当时却出现了一位科学家，就是大发明家祖冲之。
祖冲之从小就心思巧妙，很有创造力。长大之后，他不但改进了中国历法，还重新制作指南车，发明千里船和水对磨，贡献可真不小啊。代至隋，依图语，不再传，失统序。到了隋朝，统一天下，结束南北朝混乱的局面。可是只传了三代，隋朝就灭亡了。代、道、一，统一的意思。图语，房屋，指天下。失统序，亡国的意思。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奢侈浪费、荒淫无道，高祖李渊便发动正义军队，一扫天下混乱的局面，开创了大唐帝国的基业，建立了唐朝。义师，为了伸张正义而发动的部队。除，除去，平定。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唐朝从高祖建国以后，一共传了20位皇帝，经历了300多年。到了唐朝末期，皇朝带兵作乱，部将朱温控制了大权，并夺取了帝位，唐朝也就灭亡了。朱温做皇帝以后，改国号为梁，是为梁太祖，历史上称这个朝代为后梁。梁，指梁太祖朱温。之，指唐朝。乃，就。李白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诗人，他晚年的时候，有一天独自在江边喝酒，当他喝得大醉的时候，抬头一望，看到天上的月亮，再低头一瞧，水里不也有一个相同的月亮吗？李白突然有一个奇妙的想法，他伸手到河中去捞月，结果就这样一不小心便跌落江中淹死了。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总称为五代，都各有来由。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后唐的石敬瑭借辽兵灭后唐，建立后晋。后汉高祖刘知远把辽兵赶走而取代后晋。接下来呢，郭威又消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五代，指介于唐朝和宋朝之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由，道理、原因。严宋兴，寿周善，十八传，南北混。后周时，政局又发生了变化，赵匡胤做了宋朝的皇帝，叫做宋太祖。宋朝自太祖到帝昺，一共传了18位皇帝。因为北方的敌人经常入侵中原，
因此呈现一片混乱的局面。严嵩，从前各朝代都会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找出一个当作自己朝代的代表，宋朝的代表就是火，而严是火的意思，所以称为严嵩。善，传或让的意思。十八传只传了十八位皇帝。混，混乱。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氏。在宋朝的时候，北方的乱人有契丹、女真人和蒙古人。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曾经先后到中原建立他们的国家，自称为皇帝。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叫大辽，女真人建立的国家则称为金。接着金的势力大了，便灭绝了大辽。后来蒙古人又灭绝了金国和宋朝，建立了元朝。辽，国名，是契丹人在中原建立的国家。金，国名，是女真人在中原建立的国家。元，指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绝，灭绝的意思。余土广，超前代，九十年，国作废。蒙古人所建立的帝国领土广大，超过了以往的朝代，从东边起于朝鲜半岛，西则到西南亚和俄罗斯，整整跨过欧洲及亚洲两个州。但是因为连年战争而导致民生困苦，再加上后来政治的腐败，所以元国只维持了九十年便结束了。余土，指领土。超，超过。国祚，国家的年岁。废，灭亡的意思。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朱元璋在元朝末年国家混乱时崛起，打败群雄，成了明朝的开国君主，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并把国都建立在金陵。太祖，指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兴，崛起。国，国号。号，年号。金陵，现在的南京。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朱元璋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年少时他曾经替别人放牛，后来又当和尚，靠化缘来填饱肚子。当最后连化缘都有问题时，他只好投靠郭子兴，加入反元朝的义军，终于建立了明朝。代成祖，千燕京，十六世，字崇祯。在明成祖的时候迁都北京，明朝从太祖起一直到崇祯皇帝为止，一共有十六位皇帝。代，等到。成祖，也就是明太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迁，迁移。崇祯，明朝最后一位国王的年号，也就是明思宗。
泉烟寺，寇如林，李闯出神气坟。明朝末年，宦官权力很大，他们胡作非为，加上土匪流寇又多，到处作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闯进北京，破明思宗上吊，明朝就因此而灭亡了。燕，太监，宦官。四，放肆，放纵。寇，土匪，流寇。神器，比喻地位。坟，这里指的是毁灭的意思。清世祖，应景命，敬四方，克大定。清朝的开国君主是顺治皇帝，也就是清世祖。顺治皇帝的建国号叫清，接着他平定了各地的乱世，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渐渐地安定了下来。清世祖姓爱新觉罗，是满清入主中原的第一位皇帝。应景命，承受天命。静，平定。克大定，能够完全平定。有康雍，立乾家，民安富，治济夸。从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一直到嘉庆皇帝，这个期间人民生活都安定富庶，这四位皇帝治理国家的效力令人夸奖。康，康熙是年号，指清圣祖。雍，雍正是年号，指清世宗。乾，乾隆是年号，指清高宗。嘉，嘉庆是年号，指清仁宗。夸，夸奖，赞许。道贤奸，变乱起，始英法，老都比。在道光皇帝或咸丰皇帝统治期间，因为内乱加上外患，局势变得非常的动荡不安。内乱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之乱、缅族匪徒和回民的叛乱，外患则有欧洲国家的侵略，首先是英国和法国在北京和边远地带进行侵略活动。道，指清宣宗，道指的是其年号道光。咸，指咸丰年号。变乱，叛变作乱。扰，扰乱或侵犯。比，边远地区。同光后，宣统弱，传九帝，满清末。同治、光绪皇帝以后，因为常年的内乱外患及朝廷的腐败，传到宣统皇帝的时候，国势已经渐渐衰败了。清朝在传了九位皇帝之后便灭亡了。同，指年号同治。光，指年号光绪。弱，衰弱。末，灭亡。清朝末代皇帝是溥仪，当他即位时才不过3岁，登基仪式时，3岁的溥仪坐在王位，看到臣子们严肃的脸孔，典礼过程
漫长得令他不耐烦，于是他按耐不住，拼命地摇动身体，终于哭了起来。在旁边的父亲忙着哄他说：“别急，别急，就快完了，就快完了。”果然不错，宣统即位才前后三年，清朝就结束了。革命兴，废帝制，立宪法，建民国。由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发起的革命，终于在武昌起义时推翻满清政府，这样一来，君主制度便告瓦解，中国开始制定宪法，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指在政治、经济或社会等方面的根本改变，废，废除的意思，立，定立或制定。古今史，权在兹，宰治乱，知兴衰。从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等等，一直到国父孙中山推翻满清而创立中华民国的历史，已经全部记载在这本书里了。从每个朝代的兴盛和动乱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个朝代兴盛或衰败的原因，而得到宝贵的教训。古今史，从古代到现在的历史。兹，这里；载，记载记录；治，太平盛世；乱，动乱。史虽繁，读有次，史记一，汉书二。史书虽然很多，但是如果在研读时能够先排好一个先后次序，按部就班的去读，便容易明白，并且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在所有的史书里，首先应该读的是司马迁所写的《史记》，接下来则应该读由班固、班彪及班昭合著的《汉书》。繁，多，次，指先后次序的意思。《史记》书名由司马迁所著，《汉书》书名东汉班固和父亲班彪、妹妹班昭合著的书。后汉三，国治四，兼正经，参东鉴。读过《史记》和《汉书》之后，第三本应该读的是范晔的《后汉书》，第四本则是陈寿所作的《三国志》。在研读这四本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查经书以求证实，而且也应该参考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以便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后汉，书名指《后汉书》；国志，书名指《三国志》；兼，同时做多种事；正经，查看经书以便证实；参，参考；通鉴，书名《资治通鉴》，司马光所作。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清目。研读历史的学者应该进一步考究各种实录文件，
以便能更透彻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样一来，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迹，必定能身历其境，像亲眼看见整个过程一样。读，研读，考，考究，研究，通，了解。古今，指古往今来的历史事迹。若，好像。口而诵，心而为，朝于斯，夕于兹。读书时必须要用有效的读书方法才能收到效果。读书时不只要出声朗诵，心里也要反复思考，才能有深刻的印象。此外，读书必须要有恒心，不论早晚都要努力学习，不可怠惰。而在这里只是虚字，并没有任何的意思。诵，朗诵，为，思考，于斯，如此，这样的意思。夕，晚上。在四川边缘的地方住了两位和尚，一个贫穷，另一个却很富有。有一天，那个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去拜佛，你认为怎么样？你凭什么去呢？我只要一个瓶一个钵就可以去了。不可能吧，我这几年也有到南海的心愿，但是总不能成行。你竟然想凭一瓶一钵去南海？两年后，穷和尚居然从南海回来了。富和尚知道后非常惭愧。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做事必须要有恒心和决心，有了这两者，什么难题都能克服了。昔仲尼，师象陀，古圣贤，上勤学。从前，孔子拜七岁的象陀为学琴老师，从来不因为自己的学问而骄傲，反而处处向人请教学习。象陀是鲁国的神童，年纪小却很有才华，像古代的大圣人孔子尚且孜孜不倦努力学习，我们这些平凡人更该发奋学习才是。昔，从前，仲尼，指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师，当动词，向人学习的意思。象陀，七岁为孔子学琴老师。上，尚且。赵庄令，读鲁伦，笔记事，学且勤。宋朝的宰相赵普是一个好学的人，而在所有的书籍中，他最爱读《论语》。你看，他虽然官做得这么大，都不因此而停止学习，还是那么勤奋好学不倦。赵中令，指宋朝的赵普。中令是官名，相当于宰相。鲁伦，指《论语》。是，做官。且，尚且。披蒲鞭，削竹简，笔无书，且知勉。西汉时的陆温书，因为贫穷，就用蒲草编成席子，借来上书，抄在席子上阅读。
另外有一个叫公孙弘的古人，则将春秋刻在竹片上来读。他们虽然穷得连书也买不起，却知道勤勉向学。蒲，草名，蒲编，用蒲草做的书。竹简，竹子削成薄片，在上面刻字。笔，他们，勉，勤勉。在中国历代伟人当中，有很多从小学习勤勉向学的例子，譬如北宋的范仲淹，在冬天里读书时，由于天气异常寒冷，读书读累了便用冷水洗脸，这样便能令他头脑清醒，精神振发，好继续用功。而司马光为了使自己在半夜里能够醒来继续读书，便把枕头换成硬木质的木枕，这样一来便会难以熟睡，而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了。他们的刻苦求学后来都有大成就，对社会更有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汉朝的孙敬为了驱除瞌睡，竟然把头发结在屋梁上，这样一来打瞌睡时就会因为头发拉扯而痛得醒来。另外，战国时的苏秦在每当自己读书读到疲倦的时候，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以便令自己精神起来继续读书。他们两位并没有人教导，却能自动自发的勤苦学习，给后世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悬，挂，梁，屋梁。锥，锥子，是钻孔用的锐器。骨，大腿。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近代的车胤年幼时家境贫寒，虽然爱读书，但买不起点油灯，于是每当晚上的时候，就把许多萤火虫装进一个袋子，借着萤火虫的光来读书。另一个叫孙康的人，也是因为家境贫穷，没有钱买油来点灯，到了冬天的晚上，就借着雪地上反射的亮光来看书。他们两人虽然穷，但是人在困苦中学习，不曾停止过。囊，名词当动词来用，装在袋子里的意思。映雪，映，反射的意思。映雪则指雪地上反射出来的光。不辍，不停止，不中断的意思。晚上小亮正在看书，忽然停电了，室内漆黑一片，小亮于是用手电筒照着继续读。哥哥便说，小亮，手电筒的光线不足，对眼睛会造成伤害的。晋朝的车胤用萤火虫的亮光看书，大家不也称赞他勤劳吗？姐姐说，古人是因为家境清贫，没钱买油灯才这么做，我们称赞的是他的好学精神，并不是用那种方法来读书。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汉朝的朱买臣在挑柴的时候，
就把书挂在扁担的前头，一边走一边读书。隋朝的李密年幼替人放牛时，则把书挂在牛角上。他们处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之下，身体虽然辛苦劳累，但是还是坚持自己的志向，追求卓越的成就。腹、杯、心、木柴、挂角，这里是指把书挂在牛角上，卓，卓越，超越寻常的意思。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洵少年时就失学了，他在27岁时才开始发奋努力读书，虽然起步较迟，但只要坚持到底还是能成功的。苦读一段时日之后，苏洵便去复考，但却不幸地榜上无名，于是他再次苦读，最后终于考到好成绩，并成为闻名的大文学家。苏老泉就是苏洵，老泉是他的号，苏洵是宋朝有名的文学家。史才，笔记老，有悔迟，而小生宜早思。像苏洵那样，因为开始学习的时候年纪已经老了，自己很懊悔，结果发奋用功，终于有了大成就。而我们这些作为晚辈的，更应该及早想清楚，趁着年轻时好好的用功，不要等到老了才后悔莫及。笔，他，这里指苏老泉。既，已经。由，尚且。悔，懊悔。小生，年轻的后辈。洛阳号82，对大庭，魁多士。像宋朝初年的梁浩，从小立志要考中科举，经过3番4次的考试，一直都名落孙山，没有成功。结果在他82岁高龄的时候，终于夺得了状元，完成了心愿。当他在朝廷上答复国王的问题时，言谈出众，对答如流，远远领先许多读书人。若，好像。对，应对。大庭，应对朝廷。魁，领先。笔记成，众称义，而小生宜立志。像梁浩等人经过不断的努力，每一次都失败，到了年老终于成功了，大家都认为他们很不平凡。你们这些年轻的读书人，应该要养成梁浩的可贵精神，早日立下志向。你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便知道自己该朝哪一个方向去努力了。成，成功。众，众人，大家。称义，称其，认为特殊不平凡。立志，立定志向。元朝的大画家王冕出生贫穷，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虽然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
他母亲还是省吃俭用的让王冕读了3年书，后来王冕便替人牧牛以贴补家用，并且将得来的钱储蓄起来买旧书。王冕在放牛时闲来无事，便在石头上画起莲花，因为常常画，他的绘画技巧已经达到纯熟的地步，后来则专画梅花。王冕因为凭着不轻易放弃的恒心和努力，成为当代大画家，甚至流传到今天，为后世人所敬仰。盈八岁能咏诗，觅七岁能赋棋。北齐的祖寅从小就喜爱读书，在8岁的时候就会吟唱诗歌了。唐朝的李密从小聪颖，7岁时就被皇帝召见，皇帝要考验他，并且在当场做了一篇以棋为题的赋。他们能有如此骄人的成就，除了天资聪颖之外，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好学不倦。盈指祖盈，北齐人。密指唐朝时的李密。赋文体的一种，这里是指做一篇赋。棋与棋字相通，以棋为题目来做赋。彼颖悟，人称棋，尔幼学，当笑之。祖寅和李密两人天资聪颖过人，人人对他们的杰出表现都觉得很奇特，认为他们是奇才。你们这些年轻的学子们应该仿效他们才对。颖悟，天资聪颖过人。奇，奇才。幼学，指刚开始求学的人。当，应当。效，效法。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汉朝的蔡文姬精通音乐，能分辨琴音中的含义，而晋朝宰相谢安的侄女谢道韫也是个才女，不但才思敏捷，而且能出口成诗，深受大家的称赞。蔡文姬，东汉末年人，精通音乐，辨琴，分辨琴音中的含义。谢道韫，晋朝的女文学家，诗才敏捷。咏吟，吟诗。彼女子且聪明，尔男子当自警。蔡文姬和谢道韫两人都是女子，在中国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里，虽然没有机会接受正统教育，但是却聪颖过人，一个会辨琴音，一个会出口成诗，令人佩服。你们身为男子，就应该自己警惕自己，好好的努力学习才对呀。聪，聪明。敏，敏捷，指文思敏捷。自警，自我警惕。唐刘晏，方7岁，举神童，作正字。唐朝的刘晏在7岁时便在半路拦住唐明皇的御驾，向皇帝上书建议，皇帝很欣赏他的才华，就选他为神童，并封他做正字官，
负责全国书籍文字刊证的工作。刘晏，字士安，能写诗写文章，大家公认他是神童。方，才，举，推举。正字，关宁，主管校正书籍的人。彼虽幼，身已仕，有为者亦若是。刘晏的年纪虽然小，就已经当官了，所以希望自己将来有所作为能成就的人，就应该学习他勤勉好学的精神。彼是指刘晏，是官员，有为者有作为能干的人。犬守夜，鸡司晨，狗不学，何为人。现在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看动物们吧。狗在夜里看门防备盗贼，鸡在早晨啼叫唤醒人们，动物尚且能够有所作为，人如果不好好学习知识和技能，怎样能称为人呢？司晨，报晓的意思。狗，如果，和，如何。狗和鸡为了比赛谁是主人家里最重要的，他们决定罢工。第二天早晨，因为没有了鸡啼声，全家人都迟了起身，赶不及上班和上课。而狗儿呢，当天夜里虽然有小偷光顾，但是狗儿却不废，于是小偷便偷走了主人的珠宝首饰。接下来的三天情况依然不变，主人非常生气，便将狗儿赶出家门。而鸡呢，当然是成了主人餐桌上的佳肴了。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蚕能吐丝，让人类制成衣服，而蜜蜂会酿制蜂蜜，因此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如果不好好学习以便贡献社会，就连动物都不如啊。酿，利用发酵作用来制造食物。物，指动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至君，下则民。趁着年少时应该好好学习，而长大以后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对上可为皇帝尽力服务，报效国家，对下可以为全国人民谋求福利。幼，年少。壮，壮年，大约三四十岁。行，力行。责民，责，恩泽，意思是为百姓谋求福利。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使自己名扬四海，便能显耀门庭，对前人可以光宗耀祖，对后代子孙而言，除了可以成为他们的楷模之外，也能让后代富足安泰。扬，显扬。显，荣耀。光，光荣，荣耀。
裕，充足，宽裕。人以子，金满盈，我教子，为义经。许多人认为死后要留给子孙很多金银财宝，而我却只教导子孙好好充实学问，修养品性，并且要多读这本《三字经》。遗，遗留。迎，用竹做的香笼。唯，唯一，只有。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以勉励。综合前面所讲的，归结起来只有一个道理，凡是刻苦学习的人，他一定能有所成就。反之，那些游手好闲、只爱玩乐的人是没有好处的，将来必定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应该常以这些话自我警惕，时时勤勉努力才对呀。戏，嬉戏玩耍。戒，警惕。哉，感叹助词。勉励，勤勉努力。韩信年少家贫，连三餐都有问题，便在朋友家里计时。可是由于他食量不但大，而且游手好闲，最后都惹人厌烦。韩信在无奈之下只好离开。又有一次，韩信遇到几个流氓，他们便命令韩信从他们的胯下爬过去，以这种方式来屈辱韩信。韩信强忍着气爬了过去，并且同时发奋向上，不再让人看不起。最后，韩信终于成了协助刘邦取得天下的大功臣之一。